这首你好吗里面有用到一些爵士的乐理还有和弦行进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到前奏的部分，好，一开始是个一级，接着呢我们跑到了四级，好，降 A key 的四级，降 A key 的四级呢是降低，它通常呢我们四级都会弹 major 7，可是这边呢我们却弹了7，我们不是弹这个7，我们是弹这个小七度。 OK， 这个7呢和弦在这边呢它是有它特别的功用，是为了要去接到 C minor，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passing chord。好，所以呢一样的，等一下我们要接到降 B 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B7。 OK， 所以呢从上面去趋近下来，好，从下上面去趋近下来，好，这是一个 tritone 的代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它第二句呢，第二句呢它是一个魔镜的一个乐句，就是哒啦啦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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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啦哒。 OK， 这两句呢好像是长一样的，只是音高不太一样。好，这就是一个模拟心境的一个用法。那只是说在这边呢我们就用到了一些爵士的和声技巧，增加了一个小二度来让这个声音呢变得非常的 bite， 就是会咬人的感觉，就是有张力。 OK， 我们爵士叫做 bite。 好，那接下来呢它一连串的和弦呢也都是用刚刚那个 tritone 代理的概念来的，只是说这边比较复杂，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，我弹给大家看。OK， 这就是一个 tritone 的代理，去趋近到 C minor。 OK， 去解决到 C minor。 OK， 又来一个 B7， 它也是为了要去解决到降 B minor。 好好，所以呢我们前奏的部分就到这边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中间有一个还蛮常用的一个乐句，就是到副歌的部分。好，这边呢，事实上它的和弦是一个四级到五级，到再到三级。好，这个四五三的乐句是非常非常的常见，只是说我们呢这边呢故意用了一些比较有张力的弹法，我们不要就是单纯的照着和弦弹。好，我们要怎么弹呢？我们先弹出四级。好，四级的这时候我们右手不动，我们四级要保持右手，左手换到五级，这样就变成四昂五了。四昂五就是一个五级的 sus 的观念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五级要接到三级啊，这个过程呢我们就 passing 一个走楼梯下到 C 和弦，但是呢这个升 C 就是降低这个 bass 呢，它就是四级的 bass 嘛，那我们呢变成用五级的和声去加在上面。好，所以简而言之就是四级我跟一换到五级，然后现在变成是四昂五，右手不动，四昂五。好，接下来呢是五昂四。OK， 这样的一个手法呢，是我们非常符合我们爵士的和声的一个用法。好，那当然这里面有牵扯到很多和声的一些细节啦，那我们这边就不多做介绍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再把副歌这边弹一次。四昂五，五昂四。好，我们用 C 大调来解释一次。
四安五，王四，好，再一次，四安五，王四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最后要介绍转调的部分。这首歌呢，它本来是降 A key 嘛，那弹一弹呢，它为了要去 C 大调。好，我们要转 key 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做法，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要去接这个调的五级。好，这调五级是谁呢？就是 G7。好，所以呢，降 A 直接去接 G7。好，这时候大家会想说，哎，为什么它接起来可以很顺？难道是碰巧吗？其实它这是有一些乐理存在的。降 A major 呢，它事实上是 C 大调的降六级 major， 这在我们乐理上面呢叫做 SDN。 好，所以呢其实降 A major 本来就是 C 大调可以任意使用的一个和弦，所以降 A 去接 G7 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。那但是呢我们的副歌呢是从 F 和弦开始，所以 FG7 通常会想去 C major， 所以这时候我们 G7 呢就赶快接到一个叫做导音属和弦，叫做 leading tone dominant。导音属和弦它的功用呢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要去 F 和弦的时候，你的 bass 如果在导音的话，会非常非常有强烈的行进感，会想要流动到 F 去。好，那导音属和弦呢，就是 bass 就是由导音组成。那属和弦是什么呢？就是 F 的属和弦，不是 C 的属和弦哦，因为我们要去 F 这个和弦，所以 F 我们就把它想成 F 大调。C 就是 F 大调的五级，就是属和弦，所以 C on E 导音属和弦，导音属和弦，这是导音，这是属和弦 ，OK。好，再一次，好，降 A 这是 SDN C 大调的 SDN， 然后接五级，好 ，C on E 这个是导音属和弦，就可以跑到 F。major 去了 ，OK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转 key 的过程，就是好，他为了这边要去 A 大调，所以呢 ，so so fa mi mi re re。好，这个 A 大调呢，它的五级属和弦，我们一样要去 A 大调，我们要先找到它的五级属和弦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先走到它的二级再去五级，这是二五一也可以，但是五级是 E7。 那我们从 D minor 呢，本来是要去 G7， 这是 C 大调的一级，哦 sorry C 大调，这是 C 大调的五级，但是我们现在呢却要用D minor 去接 A 大调的五级，也就是 E7。刚才这边呢，我用了一个D on E D 和弦，再过来，这是一个 sus 的观念。OK， 好，今天呢，可能有一些乐理呢，大家会有一些人可能会听不懂，但是主要是想分享一下，如果你喜欢一些流行歌也好但是呢，你却常常不知道这些流行歌怎么做出来的，其实你可以考虑呢去。研究一下爵士的和声乐理，因为呢这些东西呢都是作曲非常好用的一些工具，就算呢你不会自己做，你也看得懂别人怎么做，然后呢你弹琴呢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概念逻辑，当你的耳朵抓不出来这个复杂的和弦的时候，诶，你用算的你也算得出来。 OK， 那希望大家回去多练习咯。